Toro 的这一首《暴风雨》啊，哇，我觉得这个不是暴风雨，这是腥风血雨了啊！大风大浪。OK， 这个时候呢，有988 Project X， 我们今天的 X Challenge 呢，就由我对战 Elson 李冠贤。没错，现场呢，我们有所有的同事都来了，因为据说今天是什么世纪之战，就是王者对王者。我终于了解李宗伟的那个心情，那个压力了。我也懂林丹。因为大家呢，其实我们同事在我们的 group 里面已经是在下注，不是下注啦，就是去 bet 一下到底是谁会赢这一局。嗯，对，所以据说好像你的票数是比较多的，是不是？现在是啊，现在看起来祝福你啊 ，Brandon。没有错，我们的同事呢都是支持 Elson 比较多的，然后呢，当然支持我的朋友，我是不会辜负你们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 ，X Challenge 就要开始了 ，OK？ 来，我们。之前我们都是很随机的决定说你先我先，可是今天这么紧张，我们就剪刀石头布来决定顺序。你想要先攻还是先守？我觉得啊，我先攻比较好啊。我想要攻 ，OK。所以你要先开始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要开始了 ，OK。来，所以你是输的人，输的人先开始 ，OK。输的人先开始啊，哇，紧张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OK， 我先开始。OK OK OK， 来来来，好，那你先开始哈。好，来，其实我不想先开始。OK， 但是我是蛮想先开始的，因为呢，你会带着那个压力，你懂吗？所以我们是要连那个皮一起吃掉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不然呢？也不是很卫生嘛。现在不是在吃美食OK， 等一下，所以现在的。大的投票已经截止了，就是 WhatsApp 的部分02550988这里呢已经截止了，然后呢现在这个主场现在在 Facebook Live 上面呢也可以看到我跟 Elson 的对决这样子了，对，你只要去988.my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Facebook Live 了、okay、你准备好了哈？准备有其实有紧张你最好是紧张到咬不到啊 OK， 准备321开始。哇，他现在好像蛮斯文的，你是要怎样？你要我等下吃的更斯文吗？今天我们的记录是多少了？应该是一分多吧，都是一分多，超过一分钟的。不容易吃，不容易。对，因为你要知道叉烧包嘛，它的外面外层的那个皮就是软软，然后你可能种到你的唾液、你的口水的时候是一搞一块一块的。OK， 你吃完整粒啦，你可以再慢一点吗？现在才28秒，29秒而已，你要怎样？我压力了，等一下。你慢慢吞，你慢慢吞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哦，等一下会卡到。你是吃完了吗 ？OK， 看起来 Brandon 呢，现在是44秒、45秒的时间，他看起来要吃完了，到底他会用多少时间？多少？我看不到，43，49秒。OK，很久是接近一分钟可是没有，因为刚刚我讲说，40秒可以搞定了，可是没有想到它里面其实因为它的线是比较稠，对，比较浓一点。OK， 这样我觉得有难是一分，你现在其实也是纪录保持者，今天为止，对，今天为止应该是最高的嘛，对，今天最高的。惨了 ，OK， 我给自己设定40秒，我一定要吃完。没关系，你有那个水桶可以的。你的腰上面装了水桶，OK 的。因为呢，浩明给我们一个称号来攻守交换。我是黑洞，然后 Brandon 是吸尘机，对，食物的吸尘机。很紧张其实。OK， 好，好来。快点！我怕。可是我想好了一些策略，这样子 ，OK，OK，、okay okay, 什么策略？当然有策略的、啊，你又没有教，来可以教你，我要赢了嘿 ，OK， 准备计时开始。哎呦，所以他的策略就是一点一点掰开来，就把那个包分成很多个小块，很厉害。很厉害，现在才过了15秒的时间，你就已经把半个包给吃完了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半分钟的时间 ，OK， 现在还有半个包还没有吃，是不是很难？是不是？因为它很难咬，所以因为它里面太多那个馅料太满了，其实。OK， 是他太厉害了，我觉得我会输。啊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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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
有吗？没有，49.52。我刚才是多少？43.8，所以49.38 Brandon 的成绩。那oh no， 冠贤的成绩是49.52，所以我是缺一点点的，就是差一秒，而且是差毫秒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好激烈的战，所以你明白李宗伟的心情？明白，我明白，我现在非常明白，我有点想哭了啊。好了，那当然呢，今天投选我的朋友，那恭喜那某一个幸运的朋友，等一下我就会选出那个幸运儿啦，看谁可以赢走150令吉。今天谢谢冠贤，谢谢。送上这一首张栋梁的小乌龟，把这首歌送给你。我也很喜欢，乌龟很慢，好心、啊、你最好这样讲哦，下一次我们再来一次。